当前呢，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只母犬啊，现在是怀孕63天，一直没有生。你看这肚子大吧，肚子特别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肚子特别大，而且呢，给我们奶水都已经下来了啊，昨天都已经开始发窝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守了它一晚上，没有生。哎，今天也不知道能不能生啊，所以说这几天呢，特别的着急，一直没有生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只。脸像，脸型，对吧？整体来说都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呢，这只母犬性格非常好，特别的粘人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肚子，你看都要爆了哈，肚子都那么大了，而且你看一挤，奶水都已经下来了。所以说，在小狗呢在临生之前，这奶水都特别的充足，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肚子四周，四周的毛都已经退了哈，这样方便于小狗吃奶。你看这肚子多大，大家猜猜能生几只？你看它往这一躺多舒服，哎呦，你不摸它还不行，还非让摸着啊！你看都马上要当妈妈了啊，性格还那么粘人啊，而且呢它的性格特别好，哎呀，特别粘人，也长得颜值也高，是不是？大家猜一猜，这肚子那么大能生几只？你看一摸它，对吧？一摸它它都舒服，如果一不摸，你看又往这看，它心想着你为啥不摸我？哎呀，你看你说它聪明不聪明？是不是？行了，今天的视频呢，咱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。